响，回声嘹亮。今天是我们回声嘹亮的一期特别的节目，我和思思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记忆当中的嘹亮回声。大步就向前方，一路的歌唱，摇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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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有些勇敢的心慌，快使用双截棍呼啦炸地，快使用双截棍呼啦炸地，骏马卖汤圆，卖汤圆，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。在回声嘹亮的舞台上，还有没有哪些嘉宾让你觉得无计可施？胡乱炖村。胡乱炖。什么村？你是胡乱炖村。胡乱炖村。妈妈。妈妈。Do you remember？ 哎对。The old driveway high。我都不会唱。郭老师马上就学会了你。嘛也没学会，我学会了开汽车，驾驶二百多。上来。我要去把你留下来，留下来。我是小宝。唱响回声嘹亮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回声嘹亮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思思，欢迎所有光临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各位，欢迎大家在每周六晚上的7:30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回声嘹亮。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天王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说起来小尼，我们搭档主持在回声嘹亮的舞台上也快2年的时间了，你对这方舞台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萦绕在我们耳边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啊，不论是我们的普通观众、我们的专业歌手还是我们的歌唱家，他们唱出的每一首歌曲都有自己的味道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发出一份邀请，如果您喜欢我们这方舞台，也欢迎您来到回声嘹亮这个节目现场，唱响您心中的歌，也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您的感动和快乐。那今天是我们回声嘹亮的一期特别的节目，我和思思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记忆当中的嘹亮回声。首先咱们从嘉宾开始说起。希望多少的彷徨，美好的愿望要
前方，一路的歌唱，抛开迷茫，勇敢的去闯。骏马飞驰在路上，它答应风扬，不远的前方等待你去闯。带上你的梦想，一路的歌唱，唱出心中思念的家乡。去流浪。
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人来人往。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隔壁是美术馆，店里的妈妈商茶道如山断，叫三家五市老板练起沙掌，喜欢家乡，正经功夫最擅长，会军功道的出山。他们儿是我习惯，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。什么兵器最喜欢，双截棍油中带钢，小王鸡河南中山小少年都武当。干干不惜出那新时代，干干七天三年省军开，干干一心千里系沙袋，飞檐整兵莫奇怪，去去就来。嘿，一个马步向前，一句左勾拳右勾拳，一句惹毛我的眼影有危险。一再提点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万好多年，而他一直在身边。敢敢，我打开印度二脉，敢敢，东亚病夫的招牌，敢敢，你被我一脚踢开，哼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嗯啊咋地？快使用双截棍，嗯啊咋地？习武之人天地严者无敌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？快使用双截棍，嗯啊咋地？快使用双截棍，嗯啊咋地？余国我有轻功，飞檐走壁，没人整心不屈，一身正气哈。习武之人天地严者无敌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？快使用双截棍，嗯啊咋地？快使用双截棍，嗯啊咋地呢？余国我有轻功，飞檐走壁，没人整心不屈，一身正气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哼！快使用双截棍，哼！我用手刀防御，哼！下来的回旋劈，你要我我干啥呢？那我得告诉你，我得练服你，那咋地吧？过了半天怪累的，赶紧麻溜歇着去，走了。蝶纷飞，百鸟
水银幻想，骏马好似彩云朵，牛羊好似珍珠撒开，牧羊姑娘满身汗，雨开的歌声满天涯，牧羊姑娘满身汗，雨开的歌小二郎背起了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不怕风雨刮，只怕先生骂我懒惰，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。郎里个郎里个郎个里个郎，郎里个郎里个郎个里个郎，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。卖汤圆，卖汤圆，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，一碗汤圆满又满，3毛钱呀买一碗。汤圆汤圆咱卖汤圆，汤圆呀可以当茶饭，哎嘿嘿嘿，汤圆汤圆卖汤圆，汤圆呀可以当茶饭。听到的这些歌曲，我发现我首首都会哼唱，假以时日我勤加练习，我觉得我就可以当嘉宾了，你觉得呢？你绝对是吹牛，你别那么高调。你看节目做了2年多哈，你跳舞的水平我们大家都了解，唱歌的水平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如果你有勇气，那你就和接下来的翻唱团成员比试比试。Bye.
干嘛？什么时候都戴着草帽呢？就是，比如说上年了哈，一二年就是，2012年上年就是啊。2012年啊，上年啊，上年，上年七月啊，上年七月，那个就是那个俺山东那边电视台，他好像跟外国人说中文似的，我们听懂了，能听得明白，电视台我们听懂了，需要一个翻译，你们就是俺山东电视台那边上俺临沂那边海选唱歌的。我带着帽架子哈，我就忙活的领小孩，我就去了。我以为我去了，那边也没有话筒，也没有那个舞台，也没有那个音响，啥都没有。我就搁斗地唱的。哦。我就搁当就是斗地那个吗？土地。啊。土地啊。普通话挺标准的。我就带土地。地头，田间地头。啊，就是那个海选现场啊。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你等于就是在田间地头。啊，有两个评委，有个桌子。哦。俺老闲人。所以你就把这造型保留下来了。俺那边不说是草帽。啊。俺那边说是席架子。啊，不，那边不叫草帽，叫做。俺那边叫席架子。席架子。哎，对了，然后我说席架子你都听不懂，他说你就叫草帽姐，什么席架子呀？哦，原来是这么来的，这都给咱翻译成普通话了。哎呦，真是我这戏家的他都没学会。我学会了。我觉得与其叫草帽姐，不如叫大嘴姐，因为我发现她不管是说话还是唱歌的时候，嘴都张得可大了。你比我不好意思了。唱歌有优势。唱怎么讲？怎么讲？共鸣好。我嘴也大。哎，真是，你不说还真是。觉得他的共鸣啊，音腔方。哦，空间大，空间大呀，对呀、啊哦，微笑啊，一张嘴，你看他这全看见牙了。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，倒是给这个草帽姐的这个外貌特点找到了一个。你干嘛呢？我试试。练嘴呢。正常唱首歌，我们看看。正常唱。来，正常唱。我学习。我学习，好不好？你给我来吧，我给你，我也不好意思了。行，我就擦红眼哈。红眼。干茶了，最大的口径有这么大，这绝对王丽达比你大多了。你专业学过声乐吗？哪有？没。你就平时什么情况下唱歌呀？我就刚家来，什么时候都唱啊。什么时候都唱啊？就是他肯定在那个胡乱炖村。胡乱炖村。他就在那村里啊，他干着活他就唱。田间地头唱的都练声啊，没有遮挡，一唱传得远，然后他就必须得张大嘴唱，这嘴张得越大，唱的他感觉声越大。我就听他这胡乱炖村，他这到底是什么村我也没听懂。叫什么村？和哦后。和哦后。乱按乱。和哦后乱按乱。和尾嘴。滚。后乱嘴村。
还是有点像。咱不说这孙子名字了。草帽姐，以后问你啥话，你就唱着说就行了。挺合适的。唱着说，我们基本能明白一半。那我们试一下，你唱着说呢？唱着说，你来自，但没法唱，没调啊。后来对嘴。发现一到唱歌的时候稍微普通话会好一点。真的是生长在土地上的歌声。我觉得我们喜欢草帽姐是因为她特别的质朴，特别可爱，特别自然。草帽姐你知道吗，其实有一首歌曲我觉得倒是可以是你的代表曲目。什么？草帽歌。我会。你会啊？她是草帽姐。对啊，草帽歌。等一下，你们说的是毛炫福老师曾经唱过的那首草帽歌吗？当然。这草帽姐唱草帽歌合适。人家那是英语啊。你会唱英语歌？会唱。我会，会别的。真的？会唱。唱唱呗。我唱一个，唱一个听听。带词儿能背下来词儿吗？还是自己带了词？我那个都背熟了，就会背熟了啊！我看你怎么写的词儿啊？背熟你还写纸上？你对的吧？草帽歌，中文歌词是：妈妈肚油润曼薄，妈妈肚油润曼薄，在奥斯追问汉特 ，You give to me 阿拉斯特赫浪阿姑 ，For you too。这发给看牛耶妈妈耶妈妈。哎，我们听听，就是这样一段翻译成中文夹杂着一些拼音的这样一段词，如果经过了草帽姐的演绎会变成什么样的效果，是不是我们大家听到那首草帽歌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来吧。妈妈 Do you remember我肯定唱不过他了，他那唱的。你草帽哥，你是男的，你是哥，你在这个草帽哥。来，欢迎毛老师，掌声有请。毛老师，哟，您这造型好哎。毛老师，毛老师，你可以下地了。您这话筒可以换成锄头是吗？来。那个，我一戴上是哪个村的？哎，我觉得特别像火烂鬼。胡乱滚，还是一个村的。来，我们有请。妈妈 ，Do you remember？ 我都忘了词儿怎么唱，忘了词儿没事，我们来。Do you remember？拿他，我给你看对吧？你就唱吧，你别告诉他。我跟你说，他真听不懂。你唱，我跟着你唱。妈妈，妈妈 ，Do you remember？ 哎，对。莫老师马上就学会了，你说话学会了，歌没学会，说话马上就学会了。You give to me， You give to me， 来 ，You give to me， 阿拉斯特赫，阿拉斯特汗，浪阿姑，浪阿姑，然后 You too， For you too， The fucking can you， Can you， 什么叫 Can you， Can you， 太熟。我怎么觉得你是在教我们毛炫福老师唱这首歌？祝你啊，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远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毛炫福老师。谢谢毛老师，我觉得毛老师此行收获也颇丰啊，至少学会了山东话版的草帽歌。以后学英语歌就拿汉字来写，挺管用的。刚才我们说毛老师戴上这个草帽有点像草帽歌，其实我们草帽姐真正的草帽姐夫。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了是吧？那对象来了。对象。对象，来了。哪呢？来了。哪儿呢？来，有请。
你的聪明才智，是不是已经学会了草帽姐版本的那首《草帽歌》？我跟你说，不用学，我本来就会，而且我还会一些地方性的英语呢。来来来，开始。Give to me 是怎么说的吗？我谢谢你，算了吧。哎，除了草帽姐之外，在回声嘹亮的舞台上，还有没有哪些嘉宾让你觉得无计可施？当然有了，就是那些人小鬼大、鬼马小精灵的小朋友们啊，我真的是很好奇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每次来都会带给我们惊喜哈！我知道你们还有标志性的动作，在很多观众朋友心中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对，对吧？太难忘！哎，我们看看，韦奇。哎。思思姐姐、小妮妮哥哥，你们也模仿一下吧。来，思思。韦奇。不行吗？比我们还好看。接下来的机会，你们得再演个节目。板宽板凳长，扁担厢房的板凳上，扁担宽板凳长，扁担厢房的板凳上。中国人很优美的中华，扁担宽板凳长，扁担厢房的板凳上，板凳不让你的绑在。
儿包成的，你别拿我找乐。贫嘴寡舌，我肯定是不想活了。瞧着小沈宝，啊，这么矮几个，小鼻子小眼，还往同事磨烫呢。你要是不服呢，咱们就吵家伙。我上一拳，我下一脚，我下一脚，我下一脚，不来何不乐？这里一解消啊，咱开垃圾不过。你要是下油锅呢，我马上点开火。整那么多废话吧，你现场我一锅。哎呦呦呦，阿爸你别生气，阿爸你别生火，咱们爷俩是跟谁，没你哪有我，这是闲话儿极多，你们先受着，有嘛不是都怪小弟我，甭管怎样咱们爷俩不还得一起过吗，妈我也别说了，有的个挺难过，得头顶咱俩和和，没没把日子过红火，来到天津外，什么也没学会，我学会了开汽车，压死二百多。还有一只鞋，你鞋怎么飞了呀？宝贝儿，你挺厉害呀！我跟嘉宾汪正正亲自给你提鞋。你们俩长得也挺像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正正。那边还有几位叔叔阿姨呢，你都认识吗？我认识啊，就。嗯，想起来了，这个是关木村，这个是多多马，这个是汪正正。就汪正正说对了，剩下两位说反了。告诉你啊，这位是多多马老师，中间的这位呢是关木村老师。哦，说反了。说反了。没关系，没事。你怎么跟他们打招呼？奶奶。叫什么？奶奶。但是也不那么老。太老。汪正正应该叫什么？叫叔叔或是帅哥。帅哥，帅哥啊，评价挺高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出道难题，其实对你来说也不难，你就用刚才那快板的形式来夸一夸我们三位嘉宾，评价一下，行吗？哦，你行吗？行，来呗。关木村老师了不得，了不得呀，还有特色，唱了许多好听的歌，关木村好听没得说，真想跟您学唱歌，您看适合不适合？德德玛真和蔼，长得就像我奶奶，唱歌好听让人爱，在我的心中是十里派，我还会找到博山菜，大家的掌声给我响起来。最后汪正正老师，汪正正老师个不矮，个头身高真有派，哎，比电线杆子还高半块，有什么技能容易看我天天干，哎，疼得自己直喊超越梦想，喂，咱的梦想就是，你再高也不会比我帅。合着你夸自个儿呢？小鸡哥哥，你评价评价我吗？那好吧，等着啊。小尼叔叔长得倒是挺甜蜜，个头不高也不低，来自新疆乌鲁木齐，各个方面差不离，就是眼中不如我有戏，你可以跟我来学习，我教你当个快乐主持万人迷。要跟你要拜师，我还要跟你学习啊，你当我的老师，你教我啥眼神，我看你眼神到底。或许也不是这样，或许只是随便说说。这边那好吧，你能随便再说说我吗？这思思姐姐你怎么评价一下？思思姐姐，预备起。思思，你找什么呢，宝贝儿？我想思思姐姐一定是紧张的。对，我特别紧张，我看到你要评价我，我不紧张了呢。你比她紧张啊？不紧张。你说说。你说说我吧。那样的话，我想想。思思姐姐真可爱，眼睛大，小嘴甜，热爱劳动，爱发言，天真烂漫是个宝，街坊邻居都夸好，都夸好。凭什么呀？你让汪正正哥哥学学快板行不行？你要教我什么呀？我要教你报菜名。报菜名啊？好。哎，你别上去行吗？哎，你这样我们很难受。看看啊，你别看他小啊，真有买卖。来吧，来，那咱学学。让电线杆也学一学。我先说一遍。啊，你行。我请你吃四干四鲜四碗荤四蜜饯三千碗四个点心，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。等，这几样都是什么？你给大伙念念。刚要说呢，就被打断了。哎，怪你了，学生不能临时提问。作为学生，你怎么打断老师呢？我只能学前边这四句，后边我都不灵了。你来开始吧。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四干就是黑瓜子、白瓜子、核桃、榛子、糖杏仁、四鲜、北山苹果、深州蜜桃、广东荔枝、桂林马蹄、三节。
谢谢师傅。哎嘿，学完了你这就就跑了，你看到了吗？连汪正正叔叔他都学不会，你太厉害了。今天汪正正哥哥叔叔也在我们的现场，他有好多的歌，你能用快板来一个吗？比如说刚才你说那什么超越梦想。行，那样的话我用快板说一段，然后我再唱一段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来，掌声送给。当上我第一次点燃是希望在跟随，当终点已不再永久是心灵在体会，不在乎等待几度轮回，不在乎花笑伴着泪水，超越梦想一起飞，你要真心面对，让生命回味这一刻，让岁月铭记这一回，超越梦想一起飞。你我要真心面对，让生命回味这一刻，这一回。
我真的是对他们刮目相看，这么小年纪做出来如此高难度的动作，掌声再次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对，但是我们特别要鼓励的是小蜜蜂这种精神。嗯，小蜜蜂你刚才还翻了个跟头是不是？真的没弄乱你的发型哈。你怎么这刚才人家你哥哥俩都表演那么好，你怎么在旁边就光看着呀？你会不会啊？不会。你刚才想的是什么呀小蜜蜂？可能吃粉。那你知道打酱油是啥意思不？蘸鸡腿吃的。酱油是蘸鸡腿吃的。好。我先走。再我觉得你们俩刚才的表演配合得特别好，哦，哦，而且如此明目张胆的就给对方提词儿。哎，你的搭档怎么怎么唱着唱着，他就不停的跟你说转过来，转过去。这个我害怕他忘了。哦，他是老忘啊。嗯。那他这个动作他不会。那你做的特别好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他刚才做的行吗？就刚才那两下，对吗？做的。说，李小龙，李红瑞，我告诉你，你怎么？哎呦，我肚子疼。哎呦，我肚子。我看你还肚子疼。谁肚子疼？这是。哦，他说这个动作是肚子疼。他练肚子疼。你是练肚子疼了吗？再给我做一遍。再给我做一遍。哎呦，我肚子疼。哎呦，我肚子疼。做一遍。你做一遍。你做一遍。做一遍。又肚子疼，又肚子疼，又肚子疼。我看你是肩膀疼，肩周炎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俩小宝贝太可爱了。哎，我也想问问三位嘉宾，就这种明目张胆的在舞台上演出过程当中提词儿，你们见过吗？他把那个歌词给你改了，让你这留下来，他小女孩转过来。是，人让你转过来你就转过来，人让你转过去你就转过去。下回他让你转过来你就转过去，他让你转过去你就转过来。哎，我们试一下，来。对，请。转过来。转过去。转过来。你换一个手令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想说转。哎呦，我特别担心上了我们节目之后，他们在舞台上唱歌会是什么状态？这个组合已经起内讧了啊！你们要学人凤凰传奇，俩人特团结，好不好？是。哎，你有人说过吗？你眼睛小小的，还挺可爱的。
我觉得当然小了。当然小了。哎，那咱俩比比谁眼睛大呗？预备，起。咱俩谁眼睛大？谁眼睛大？哎呦！欺负人眼睛小。哎，你这发型是跟是照着小尼哥哥学的吧？没有，我是打发丝打的。啊、打发丝？什么叫发丝啊？发丝，发丝当然是打了以后啊，再用手弄弄弄什么造型。你觉得是我的比较好看，还是你的比较帅？我都和你一样啊。一样啊。你就是照小尼哥哥的发型做的吧？我今天表演节目当然要这样了。有。宝贝儿，你能乐一个吗？对着我们镜头来，预备，乐一个。乐得还挺腼腆的。你是哭还是笑啊？你能大笑吗？放声大笑，哇哈哈。笑起来，一二三，哎呀，真漂亮，眼睛更没有了。接下来我们回声嘹亮重组了一个大凤凰传奇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柏林老师和祖海一起来挑战一下我们小凤凰传奇，好不好？行吗？好，来吧。是不是头一次唱？哎呦，还挑战呢，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是，还是他俩好。小凤凰，关键呢，我们俩这个长相也不如他俩专业。啊，你看他长得比那个曾毅还专业呢。怎么着？你看这小眼睛，你说不做几次手术能拉成这样吗？哎呦，我们这纯天然的啊。对呀、啊，小凤凰传奇，你们来点评一下。对。大凤凰传奇挑战成功不成功？成功吗？成功啊！不怎么成功，不怎么成功。你来觉得？你来夸夸我，你来看看我，你说柏林老师怎么样？刚才表现的啊？你觉得唱的怎么样？柏林老师唱的有点好，有点好。哎，那你们唱的呢？我问你，可是柏林老师唱了吗？你说唱的有点好，就是因为没唱，我们才说有点好。哦，演戏没有点。打分吧，就是你们刚才表演的，你们自己打多少分？我们是满分。满分，满分。一百分。那他们呢？就你要十。就五十分啊。你没有到。没事，你给他们打多少分？你不要威胁他。你们看看我手就行了。啊。52分，25分，52分。这个后边还有一个零吧。2.5，嗨，不管怎么样。他们觉得自己表现得更好，那我们就给他们给点面子吧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欢乐了，主要是以打击你为目的的。你看，哎，咱说唱唱不过翻唱团成员，跳舞跳不过我们的表演嘉宾，哎，再说连小孩咱都对付不了。不是你还不了解我呀、啊、我不是对付不了他们，我是真心让着他们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是降不住他们。好了，开个玩笑啊，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想走进大城市生活，每天起早贪黑努力拼搏着，穿上这身衣裳我是英俊小伙儿，萌生的姑娘每天崇拜我，管的房子很多没有属于我，身边汽车很多一个没开过，美女眼前飘过我也不动声色，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性格，我是小方案我也有我大梦想，虽然我头衔不大也要挺胸膛，我是小方案我的使命很简单，我可是诚心诚意呀、啊！我是长得丑了点儿。可常言说，粗柳过去细柳抖，世上谁嫌男人丑啊？留下。在这熟悉的旋律当中呢，本期的回声嘹亮要和您说再见了。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关注，也要感谢天王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如果您想获得央视综艺的更多动态信息，欢迎您关注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，或者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记住我们的口号：重温时代经典，唱响回声嘹亮。朋友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